有请玉璧前副总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来，我要跟大家打声招呼。大家有睡饱吗？没有，因为这边的都是昨天十点开始，就是你那个演唱会一完，马上来就排队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问候大家，有没有辛苦大家了？真的，所以昨天进行完那个演唱会之后，老实说啦，就是新加坡的，就是第一场有这样子一个个人的一个演唱，感觉如何？我真的很开心，而且非常谢谢新加坡的歌迷这么支持我，就是出乎我的意料，竟然一天一口气就开了两场的音乐会。真的是大家真的用行动来支持我，然后来陪我一起做我最想做的事情，就是听我唱歌。是，而且今天在你来之前，我已经问过大家了，我已经遵从大家意见问了一下，你们今天最想听到他再唱什么歌？听我听我就好。很久没有。对着镜子我承诺，迟早我会换这张脸一对笑容，不算什么，爱错就爱错，早点认错，早一点解脱。我记我走。